那么他的观想呢，他是拿着权杖，拿着权杖，一只手呢，一头二背，像愤怒金刚一样。最重要的，他的顶级上面有一个马头，你可以认出马头金刚顶级上有一个马头。那么他的这个右手还是左手，他拿着权杖跟拿着这个绳索钩，另外他的脚一只脚是弯曲的，一只脚是伸的，站立在莲花上面，他的观想是这样子。